看，果子来帮鱼。倒是还没回去的好。也是把美玉给他，因为是这个鼻子发炎，样子背得无意，所以要用一段时间。加十一度是的，所以大家听的时候特别注意。所以待会儿点点注意。同时呢，也祷告主托主还是。同时呢啊，要得个这里控制污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你弄这里得个。阿爸父，我们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一直在这个你所定的日子，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诗歌，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相信都能够上得到你施放的面前。阿爸父神，现在我们要打开你宝贝的圣经，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灯，是我们的光。主啊，可是你知道站在这里的你的仆人是这样子的软弱，但我主我们相信在他这个破碎的瓦器里面，只要有宝贝在里面，就能够发出莫大的能力。愿主在我们当中，愿主的灵能够高你的孩子，也能够高我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今天圣经启示录第一章17-18节。故曾得的圣教之路，得眼见的人才是在工作。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一章17-18节。只要一方是哦，有赤裸的眼睛的人才自然。可能今天已经打出来了，我要试得快一点，所以今天要翻出圣经，一次有字母打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念。我们一起来念17-18节。我用这里念成，你贵气，要获得人工价值，且食了言语，多有娘舍都养。但愿与父母日休息的，母日劳的，要是拿水务的，母张师傅以人遥远，人物的又用玉语，门神那人是我两个的亚人。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敬拜主的复活的日子。弟兄姊妹，今天是降法之肉给你吃。所以我们大家刚刚在唱诗祷告，我们相信都能做得越大。所以我们过日且是这个先生我们只给愚人，这一天是主师父的一天，给你的是师父给你的，是主命定的一天，是命定的一天，日子蒙的给你的。所以我们一到主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你那个姊妹行动着喜悦降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刚才读的一次圣经，弟兄姊妹，我你过去读的一次圣经。我们敬拜我们的主是曾经为我们死过，我你讲把我你执掌讲我你死，但是他又活了，但是给腰略，并且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是我的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这是我你上年的支撑。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你给指文物给指，在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了，你猜他给他演的给文物了，这就是他复活，我们才有今天的盼望。这样你要文物，谁能够我要跟你盼望，才有我们新的生命，这要我你上个邪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用在主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你给你用的指文物给指，见主见的天使向妇女们所说的话，让人家见天使向妇女说，不，人家问我向妇女说，我们一切的思想，我一切这里思想，一切的思想主的复活，一切这里思想只给文物。我们主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你给侄子要张幺五给侄，我们放四个方面的思想，我你放四个方面这里思想。第一，第一，不要惊恐。外翻降雪，主已经复活了，只已降温物了。这个把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6章
五个姑娘的在楼里第六节第六节我们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一直是母一起在里面请那时圣灵的感他们说外院献国你们往上找那正在日子里那杀的那位意思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只有姊妹说，只有是五个年龄，就是七日第一天，就是在你的眼里，穆大拉的玛利亚以及很多的妇女一起，穆大拉的玛穆雷欧巴要一家去都给拿着香膏来膏耶稣，人家写个这里叫耶稣，他们找到坟墓里。你找到坟墓，看见都埋葬了坟墓的石头滚开了。你这家子是在坟坟墓里，在这里头。他们都很惊奇。因为我喊这样子。坟墓里边坐着一个少年人。坟墓都总坐在个小女人。当然就是天使了。对，该是天使了。他们看起来很害怕。因为肚子很一股。天使告诉他们。天使告诉他们。不要惊恐。在江桥，你们说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那上的耶稣，你们所在做的该正在日本那上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看看他的坟墓是空的，这次给坟墓是空的，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这是一个大好的丧事，应该欢喜快乐的信息，要都是趋向快乐的丧事。但是这些妇女听了以后，那是给那些妇女听了以后，很害怕。他们很惊慌，也得很惊慌。圣经里在后面说，圣经这样说，他们又发抖又惊奇，也得要哭到要这样子，很害怕的逃走，很害怕的逃走了。为什么呢？不在乎呢？因为他心里有疑惑，要给你伤痛没有？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复活了，给你不写上自己是复活了，他们疑惑主耶稣为父。因为你把自己的祖宗在约翰福音里面写得很清楚，这样不像说就自己的祖宗，因为他们疑惑的心，要你要一万的伤，所以他们害怕，所以给你有一个，他们疑惑有哪一个人把主的遗体啊偷走，是你把要你能的自杀的创造。第六姊妹，我们想想，第六姊妹，我们想想，这有可能吗？这有可能吗？偷走只有两种人。偷走只有两种人。第一个是敌人。第二个是敌人。敌人绝对不会偷。敌人绝对不会偷。因为敌人最好证明主耶稣的身份。就敌人最好证明这个自己拿到我们。所以从道理上说，他们不会偷耶稣的遗体。所以有的人也说给你拜托自己的遗体。那么是谁偷的呢？那是你能偷的。那么是门徒偷了吧？那是要门徒都偷了。门徒有可能偷吗？门徒要不能偷吗？也绝对不可能。啊，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墓的门口堵着大石头。要在墓的门口都留个漏水的。而且重兵开守的。要有重兵开守的。这山里面不能有人进去出来。给山里头的要能占据不能够。不可能偷。不可能偷。那么我们再想一下。那么我们这场学习，即使门徒偷走了，即使要门徒偷走了，那一个遗体有什么用呢？这个遗体要你用呢？他们为了这个遗体牺牲自己吗？你为了给遗体找理由，牺牲牺牲日子吗？所以那么如果真的是门徒偷了，如果真的是门徒偷了，那门徒是自欺欺人了，那门徒是自欺欺人了。那么所以这个门徒啊，他所做的一切啊，都是我们所传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谎言的基础上。那马德说的这都三年，我是过年之夜。他们怎么为这个谎言而牺牲呢？原来在那外国盖过年这里牺牲。要让彼得到底十字架。把彼得的等在这里。雅各从地里很高的地方被推下来。我不是为很高的地方被抬上去。都是因为。全养复活的耶稣，我只要给个就让万物的耶稣，所以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万物了，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要疑惑，不疑惑，只有不疑惑，这只给你吧，才能够不害怕，才能不害怕。当然，主耶稣的复活，对，这是个万物，很多人也很难相信。
他都拿到那西藏，因为这是打科学的，要带着他不顾，这是超越了常识，带着缺余的节制，超越了理性，缺余超越了人的规律，是缺余的那个纪律，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记住，但是文约是的，耶稣是人，耶稣是那，他更是神，一个子上，他未有空间、时间、人性的限制，你不有时的哈的那生控制，所以。他的复活是千真万确，所以给你们我的七脏挖骨，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我们有许多老的，我们知道，来真正接受耶稣的基督徒，我们人也要长正体，有耶稣的基督徒，我们自己一生当中，我们自己先做，也能够体会到主与我们同在，啊，能够体会到主和你同在，主的灵早早引导我们，劝诫我们，这个能解决，要得我，你去搞我，保守我们，管教我们，保守我，你规管我。常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在。我想大家都有这方面竞争。我先生大部分我要配合你竞争。所以我们要相信。所以我宁愿先生。主的确复活了。主的确复活了。而且今天活着。是才给你。而且活到永远。活到永远。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讲一个小故事。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要跟你抢呢，带着他的女朋友，大家的女朋友去参观这个标本的商店，标本的模型啊，找翠姑，大家的女朋友找翠姑一个标本的地，就是卖不是这样动物木模型的，买不是翠姑一个动物的，里面的标本啊做得很好，那觉得标本做得很好，活灵活现，活灵活现而已。那么这个年轻人去了，跟年轻人有为了表现自己的水平，为了表现自己的水平，他带领着女朋友，给大家的女朋友看了这些标本啊，一次的给他标本都批评的很，我批评的，哎呀，这个狗啊做的不像，一个改高做的不像，哎，尾巴才出了，一个无风不作，好像狼一样的，而且弱一些啊，这个熊啊又做了不对，跟熊啊要做的，这个熊掌啊不是这个样子的，跟熊用结婚的也是，这老虎啊也不对，跟老虎啊不对，怎么一定要有熊的样子啊？你能按照熊的样子，特别当他走到。一头一只猫头鹰的前面，那边给找到一个猫头鹰的。哎呀，他就批评的最厉害了，给批评的最厉害了。这个猫头鹰根本做错了，给猫头鹰做砸了。你看看头的角度是这样子的，结果你给头给骨头的。猫头鹰的脚是这样子的，猫头鹰的脚爪是那样子。做的人就不会做，只为了张飞做。如果我来做的话，如果我们做的，我肯定比他。做得更好，毕竟这里看得更好，我很多人都能听他讲，许多人我在听他讲，当他好的一讲出啊，有的还要一过去，这是猫头鹰头转过来啊，猫头鹰的肉有局部的眼睛两个瞪得大大的，我怎么有过去的头呢，哇叫声，有哇叫声，他就对了，他估计一旦我吓得他跳好，他呼了一跳，原来都是死的，原来的故事的，这猫头鹰是活的了，跟猫头鹰子起的，所以他低下头了，所以给跌落到满脸通红，满脸通红，真是丢脸了，真是丢脸。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有许多批评家、批评家也是这样。我念许多佩服你吧。哎呀，人总要死的嘛。那我总有哪里有复活？你要多要问。耶稣怎么会活着？耶稣只能会活着。但是耶稣是神。但是耶稣人都死了，那我死我，但是耶稣是永远活着的，但是耶稣是永远无价的，我们相信，我女先生在一座空的坟墓里面证明耶稣是活着，一座空的坟墓里面证明耶稣是无价，我们教会的历史也证明耶稣的，我女过百个历史证明教会的历史充满了血泪幽怨，过百个历史充满了血泪幽怨，但是又显出了得胜和荣耀，要是吸取了对生活永远，耶稣是活的，耶稣是无的，我们的经历，你我的经历也表明耶稣是活的，你我们的将来，我你的将来啊，这么耶稣是无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你要相信主耶稣复活，我心上这而且永远活着，而且永远而且活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活在我你的生活，我们就不会恐惧，我你有会降就不会害怕，有会觉得有怕什么，怕生意啊，
心里头不歇意。怕生活呀。不歇意啊。怕受到各方面阻碍啊。不得不过去证明。怕的哈。不该不黑该。依靠耶稣。我依靠耶稣。耶稣是活的。耶稣是无的。依靠信靠他的，并不知羞愧。上头的被拜自羞愧。所以就不会惊恐了。所以就不会降服了。这些是讲的对。妇女们讲的一句话，就跟第四代妇女们说过一句。第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不在墓里死人多中找物呢？主耶稣已经活了，这时候已经物了。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不在墓里死人中找物呢？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你吃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0:9，路加福音20:0，我们也把这。一节一起的念下，我你不给几次这里念用，因为请妇女们将建立墓地，那列该人又在他们去，不在墓地自然中然后那里。好，就在这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不在墓地自然中然后那里。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妇女带着香膏要告死了的耶稣。给这妇女大家写个约，各个十六个意思。他们心是好的。给你嗓子合的。但是他们一看见文墨石头滚开了。但是给你一口气王母这头一干起了。他们就疑惑了。给你有疑问的。他们猜疑当中。给你猜疑多久。天使对他们说。天使带他们去。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不在墓里死人中找活人呢？这些妇女啊，心是好的。这些妇女心是好的。是爱耶稣。是爱耶稣的。在切了的第一个，她用香膏要膏耶稣的遗体。拆了给你眼里给大家写个一个耶稣的遗体。她是他们寻找耶稣的地方找错了。她是给你让座耶稣给你过当找。在坟墓里再找。在坟墓都中找。在死人坟墓找。在死人都中找。所以天使就责备他。所以天使又咋？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啊？不在墓里死人中找活人。耶稣是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这个天使告诉他们以后，所以多个天使告诉他们以后，要向他们写信以后，要写他们信以后，他们都看见了耶稣，也留自家耶稣，都知道自己这么愚蠢，我晓得日子那个愚昧，愚昧，这么可笑，那可笑。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今天社会上，给你这个也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包括我你弟兄姊妹多久？死人中找活人很多，死人中找物人很多。我先说社会上的，我先说这个一句，社会上很流行的一句话，这个一句很流行的一句，基督教与所有的佛教宗教都是好的。这都和所有的宗教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的。耶稣给我是劝人为善的。耶稣是伟大的。耶稣是伟大的。与孔夫子们一样。与孔夫子们不是一样。与说释迦牟尼一样。和释迦牟尼一样。都是教主。我是国子。都是好人。我是好人。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他们错了。你完全错了。又给错了。这些他所说的这些教主，给谁给你说国子？他们也你自己也不能救，你自己啊不能救，他们都死了，给你都死了，不能活着，不能活着。你看，他说回教的穆罕默德，你吃个外国的穆罕默德，他的墓就在麦加，你给你们王母有什么墓？每年他的十日主会向他朝拜。买你在你做游戏的句吧，我们晓得他的这是他的文物所在。因为我晓得那个地方他死了嘛，给死了嘛。释迦牟尼也死了，在公墓里还死了。他的牙齿，一个木齿，他的骨头啊，一个骨头，他到处在游行啊。把豆子要哎，死了嘛，给死了嘛。所以这些人都不能救自己。所以给谁能不能救自己？但是唯有主耶稣。但是我要记住，他的坟墓是空的，他的坟墓是空的。主耶稣是死而复活了，这就是死而复活了。这个坟墓曾经葬过耶稣，他的坟墓葬过耶稣，但是三天以后他活了。但是
沙的一样，对吧？这就是根本的区别。对，这就是捆绑的区别。我们相信的耶稣是活的耶稣。我们写上的耶稣是活的。他不是教主。你不是国子。他是救主。也是教子。作为空的坟墓。作为空的坟墓。就是证明。又是证明。有许多传道人这样说。要许多个基督徒那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整个基督教上面的根基。就建立在这一座空的坟墓上。有基于建立这一个空的坟墓也许。这句大家懂吗？这句大家懂。就整个基督教我们所信仰的根基啊。主要指的和你说上年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坟墓上，意思说就是建立在耶稣复活上。有如果建立这个空的坟墓也许他曾死过，第三讲死过，他又活了，又要无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梦在无的又永远远，他的坟墓是空的，你的坟墓是空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但是我你上年的根基，所以地方上那信主的人，他们在死人中找活人，倒是还仅有可怜。所以那会儿，那上一世个牛在死人中找活人。但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也有许多死人找活人。但是如果你知道的上一世呢，还有许多个在死人中找活人。天主教特别多啊。对，天主教多讲。特别做到教堂里面，走进教堂。所以说他过得多久，他这个到处都是雕的泥，都是偶像雕制的耶稣啊、圣母玛利亚这种像。你说要雕刻的，俺也有艺术呀，在生活里。许多人都向他拜。许多人我写给你拜。而且点蜡烛。啊，点蜡烛。向他祷告。写给这个。这些都死的。这是我是死的。这是个样子啊。这是一。是个模型啊。是个模样。但是他们当真耶稣在拜。但是给你国家张艺术在拜。这倒不稀奇。该大不是在我们基督教里边，在我们基督教，在我们教会里边，在我们膜拜当中，也有这个现象。啊，要给个意义。我举个例子。你举个例子。许多人在每一个家庭上前门口，挂上这个贴上一个十字架。要许多人的工作就满开一个屋里给他日子。我首先说。休息过，这是好事，这是好事，证明我信耶稣，证明我信耶稣，见证我信耶稣，见证我信耶稣，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啊，这个我曾经到过一个小村呐，我们当年到过个县，看见到处都贴着十字架，对，吃点多到处贴着。人家到了韩国的首都啊，别人到了韩国改个首都，飞机上面上。外飞机上面一转啊，飞机一转，下面都是十字架。我买屋子在这里，哇，就很高兴。我很高兴，证明他们我信耶稣了，证明我们信耶稣了。但是有些人不是，但是有些人不是，有这个十字架的人保护自己啊。我应该在这个日子里，这个十字架给挂上，该应该在这个里过夜，我们家里就平安了，我的工作就有朋友了。有吗？有吗？我就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我又碰到那样子一个人。今天，这是我在宁波啊。要你跟着我的娘姑。我在一个老姐妹家里。我在一个老姊妹家里。她是八十几岁了。也快几十吧。她很热情的。也很热心的。我们正在搞交通的时候。我们正是过通的时候。过来进了一个姊妹。由于站了一个姊妹。她很紧张，很热情的对这个姊妹。你好讲解啊，好女人该。哎呀，老姊妹呀！哎呀，老姊妹呀！你是多你的基督徒啊？你是多你的基督徒。为什么你的门口没有十字架？哎，不在乎你门口哪在日过啊？这个老姊妹倒也有些不好意思。这个老姊妹的脸也有点。我里边有耶稣在祷告。你看，我里面有耶稣的。我要学耶稣的祷告。我要无耶稣的祷告。不行。又不行。一定要十字架。有一等有困难，要红的十字架，要用的在这个。魔鬼一走过你门口的时候，魔鬼走过你门口就不会进来，有坏账了。这样一解释啊，那一解释呀，我看这对了。我得发呆呀。我们还得叫你了。我得这个姊妹说。我有带个姊妹。那魔鬼是灵啊。这个魔鬼是灵啊。那窗口掉进去怎么办？人家有窗口掉进去。窗口有啊，就是也给找一个十字架。那你缺个阿哥该在日过？你在上面下来怎么办？人家我就一句话都站了。天花板里面都挂了十字架吗？这不把阿哥该在日过？他们不高兴。也有不高兴的。或者姊妹呀？我个姊妹呀。这个十字架无所谓。我该在日过就无所谓。能够证明耶稣更好。
难道这么意思是、这个、我家里也画了十字架，无辜的阿婆家在教场上向基督的爱，用姐姐写字这老师，但是后子，但是这是死的，但是死的，你主要的你心里有没有十字架，你自愿给是你三个养老，你心里有没有耶稣，你三个就养老耶稣，家里有没有耶稣，我多久我多久养老耶稣，家里有耶稣，我得要耶稣，上面没有十字架，也就在当代日本人不是他不高兴，给你不高兴，他又到你的家里去传十字架的福音了，你要得被一股多久你找机会在日本福音，这是我去年碰到的，但是你一般碰见有许多驾驶员，有许多故事，人家都挂着什么主席的想啊，保护要保护自己，顾家一个也保护自己，他也挂起十字架来，而故事在日本有，如果见证我这个家是要信耶稣的，如果见证我在故事有上耶稣的，如果见叫你家是要做得特别的好，是人家看见做见证，这个家是要有耶稣，如果你故事做得非常好，有没能刺激你的故事有上耶稣，这个十字架很好，该在日本是很好，要大大的挂起来，有的都给故事，但是有一些挂着十字架，但是要虽然故事在日本用这个十字架来保护，我给个在日本上的，好像有些人用领袖奖来保护自己。还有腰身上有个那没事走过也。这是迷信。这是迷信。死的。这是死的。不要在死人这上混。还有在死人这种上混呢。有些人带着身上带着十字架。腰身上学个学长大家在。证明你是基督徒。证明你是在日本。很好。很好。但是保护你没有用的。但是保护你是劳动。你还是耶稣的。你把这意思在你身上有没有真正的在你里面高举起来？在这个在你那边养老，长正高举起来。不要在死人中上火了。他越在死人中中上火了。我哥哥他是一个牧师。我哥是个牧师。他有天告诉我。一样的告诉你。有天他去这个退化一位老弟兄。一样的给咱们退化一位老弟兄。做老弟兄啊，身体很差。我老弟兄身体很差。起不了床了。啊，不吃药吧。所以很软弱，很牛呀。他去看他，给他刺激。老弟兄身边放了一本圣经。老弟兄背起过来一本圣经。哎呀，他说老弟兄啊，结果啊，老弟兄、啊，你这样软弱，还坐下来看圣经？结果你那牛呀，你在吃圣经啊？他说，结果是上帝的话大有能力。结果让给我大有能力。对。你是上帝的话大有能力，对，是一点，我是大有能力。所以我头疼的时候，就把这本圣经放在头上。所以我们头痛的时候，我们又不给身体或者头痒。胸痛的时候，身体哪里痛？压一下。别光胸痛的时候，给身体不能压呀。脚不舒服的时候，叫我老太婆把这个圣经压在脚上。家痛的时候，觉得他不在的那个身体按的家里，最近身体很忙啊，所以身体很忙，压来压去，阿里阿退的。来，我哥哥问他了，那我不忙你了。弟兄啊，灵不灵啊？弟兄啊，冷不冷啊？有时候蛮冷的，有时候蛮冷，有时候不灵，有时候不冷。哥哥告诉他，这阿哥有个不灵的，一个不冷的，灵是你心理作用，冷是你三十多就或者刚刚碰巧，把这个过碰过。圣经的话要学在里边，圣经给我用我在学在你里边才能活的话，我在你的里面来。这本书，这本书是死的，是死的。尤其不信主的人嘛，把什么死了以后，或者你装了很多东西带去。但是要是死我呢，我过这个就做了许多不是大。我亲眼看到。你唱哪次的？一个信主的人，他把圣经带去。要个上真呢，不是讲大。这是你床上读的圣经。但是你也读的圣经。要把他眼镜也带去。就跟我讲啊。你也可以在这里读。你还可以在该读的过道。他心是好的。多一个三个。我不晓得什么道理。我晓得该怎样念的。但是圣经是死的，圣经是死的，主的话是活的，字给物不是物的，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工作，正是活的，字给物在我你那边圣灵工作该是物，千万不要死人就找活人，七八百的死人多就找物，事情很多啊，事情很多，说有许多基督徒也相信，哎呀，今年不能生孩子啊，今年不能生孩子，明年好。我给今年不能生嘛，白忙你好。有些人也到这个南边去啊，
要是那个南边。南方去啊，弄点什么地方，就是说有活水。要活水。这个水能够医病的。这就是那个。他也是南的，是阿州做的。而且还有我。阿苏哈。那我说谢谢你，我留了几年可以了。我是在你。但是这是死的。但是该是死的。有一个教会，教堂，听说叫教堂，一个彼得的一个石像。要盖过的，这都是推子过一过的，要个必定给职业。很高很大。很高很大。大家说，把他的脚一摸，就能够治病。如果那个背那个甲一摸有那个治。所以有许多人跳啊跳啊跳，经过他的脚。所以有许多人跳啊跳啊跳，治摸的甲。有许多人两个人背起来过脚。要两个人掰起着摸的甲。我一看这个脚啊。我一次给个甲。外面五个指头啊。放两个指头。也摸了光光啊。啊摸过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世人中造何人？世人中造物呢？我们千万不要啊！我你千万不要。我们是相信活的耶稣。我你写上是墓碑。我们相信圣经。我你写上圣经的活的话。墓碑我。千万不要把迷信带到我们这里来。千万不要的没上到这里来。把你老的佛教信仰什么信仰带到我们的信仰里来。反正我你老的不管上你大的我你。什么阶级呀？什么这些都是假的。哎，那我是故意。我们要信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我宁愿上我一个侄子要张幺五的。这第二点。但是第二点。否则的话，你是在世人中造福人。否则的话，你是在世人中造福人。我今天希望不要牛啊。我希望跟你我宁拜羊的。第三。要纪念主的话。愿纪念主的话。主已经活了。主已经活了。他就不活了。你已经不活了。路加福音24章，我你从路加福音念十遍，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就是刚才都接下去了，就是个人记录。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我们也请各位一起来念，从大部分词这里念，请。各位子里，你将不无聊，多自言多话的不能累的少，自言各守一码去。人子被死被托的灾难修理都得在日古大上你杀的和我好各位天使要这些妇女们天使要给谁妇女们要想一想主在世的时候给他们说说的要写写字，在十月写给你说过的话。要纪念主的话。要纪念主的话。要记住主的话。要记得主的话。要常常学习主的话。要天天活在主的话。因为主，我们主过读圣经的，我们请各位注意。我你这个读圣经，我们就要注意。主耶稣每一次讲到自己要，为我们死的时候。每次过的日子，我你死的时候。接下来他一定是讲了，我要死的复活。记录给你的外国没有杀人的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去看好了你在四本要在主耶稣说起死这是活的死他一定要说我要活给你死你都饿死我你给我母可是这些妇女们忘记了但是第一次妇女们门都也忘记了门都还忙着谁记得你哪记得撒旦记得撒旦记得怎么看出来啊这哪事情呢就拜了主去这些兵丁啊这些祭司长啊罗马人他怎么说给你奔登这世界能不能给你知道过他要把兵啊派兵啊把这个坟墓收好给你又怕奔这个王府修好不允许谁来拿不允许谁来拿不允许谁进去啊不允许别人站在站的因为这个人过去说过要给该让过去他死了有三日要复活给死了有三日要复活所以他派兵去了所以给你又怕奔去哎呀撒旦知道哎呀撒旦晓得撒旦记得撒旦知了敌人记得敌人知了门都忘了门都忙着妇女忘了妇女忙着如果他们记得的话，这都给你治了病。这些妇女们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都妇女一直说也在这走上过过他的时候，也不过他的时候，他们不会一边走一边哭跟在后面，给了一份一边走一边哭，当家们失望伤感啊，是我心里。
如果他们纪念主的话的话，如果给你指了指给我的话，他们绝不会在七日的第一日再去搞的死者尸体以及耶稣的遗体。有父爱有菜在给他也在找谢哥哥耶稣的遗体。他们把耶稣的遗体忘了，给那个耶稣的房子忘了，把耶稣的画作丢了，把耶稣给我丢了，而且疑惑了耶稣，而且把意外了疑惑了耶稣的后果，意外了耶稣的文物。所以启示说，所以第四要纪念主的话语，要纪念主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在今天的社会要能够站得住，要能站得住，要纪念主的话，要纪念主的话，要学习主的话，要悟在主的话，要常常想起主的话，要天天写字主的话。以我到处常常有这毛病，你如果的姐姐要找我给你问问。平时的话，我会读主的话，不是给我翻出去，我会思想主的话，会思想主的话，也会感谢主，也会对着，也会唱诗祷告，也会写诗祷告。一紧急的事情领导的时候，你讲起来自己弄得什么都忘记了，谁也自己忘记了，主的话忘记了，指的我忘记了，祷告忘记了，祷告忘记了，诗歌唱不出来了，诗歌唱不出来了，哎呀，那么充满了恐惧了，充满了恐惧了。用自己的方法了，用自己的方法，把耶稣丢在后面了，把耶稣丢在后面了。主耶稣说，主耶稣说，要纪念他的话语，要纪念他的话语。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越是在紧急的时候，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越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越是要想上神的话，越是越写诗章的，通过祷告来默想神的话，通过祷告在买鞋子来读神的话，这里都指给我，这是我们真正的安慰，这是我们长这样。后来这些是门徒，好的，给谁忙的？这些妇女，给谁妇女？一想起耶稣的话，一写诗耶稣的话，他们的确就快乐了。原来有得到了祝福了，对家的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长得有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长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在我们一生，我们人生会碰到各样的事情，我们当时碰见各样的事情，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主的话是活的，主的话是无比，他能够帮助我，你能够活着我，特别你难过，特别你难过，特别你紧张，特别你紧张，特别你惧怕，特别你惧怕，你特别你孤单，特别你孤单，常常想起主这么说的，姐姐就写字，你礼拜天道是怎么听的，你的帮你的儿子是哪听的，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是哪国的，你记住，你记了，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默想，好好的满心，我们会得到力量，我们会得到力量。我举两个例子，你举两个例子。我父亲是传道人，我父亲是传道人，他被作为主被接到的环境了，你不自己建在老建街道里边，但是那个都当时这个人很多啊，都在那行都都睡在地上，我看着他眼，他带进去几样真最宝贵的东西，一大张给眼睛快一本小小的圣经，一百十三个圣经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可以扩在口袋里面，一只还有一只手机筒，还有只小电筒，要几只小电，还有一只手机，挂标，还有五边，过去可能就是要没有大大的标，对，应该都有别，因为他在街道里面还在传福音，要给这乐观同学们，因为旁边的人都不信主，要被信了不上火，我已经失望，我拜上山，净空，我是江湖，所以他这时候传了福音，很多人信主，所以这个上面就不要要耶稣，有意思了，但是这个事情他被监狱揭发了，但是第一天因为要哈这个有非常大的警察有个用警察的地方，警察有在那用这个地方，把他全身受电，我给雨伞洗我手，把所有的东西收了，别个说要我没收洗我，这本圣经多少啊，一帮圣经没洗我收，做挂标也拿去了，要不别人都做这个这个电筒什么都拿走了，要得弄啊，哥哥。你这天冷的时候，这棉袄啊也没拿走。天冷的时候，就棉袄。叫耶稣来保佑你。我叫耶稣在里保护你。就是他心里难过。给着给上头给他拿走。特别是为一本圣经难过。你那边是我给帮圣经。他对主说。给带直播。主啊。是啊。我在这屋
单的时候，我在那么孤单的时候，难道你一本圣经也不给我看一看？那的，你一本圣经阿富汗这里试试。这不是我唯一的力量的地方啊！该是我也有力量的地方啊！这时候他心里难过的时候，该是给上头的妈妈的，流泪的时候，流泪来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同一句话。对于写是这个一句话，大家知道。大不能想的很熟的朋友的上市的是耶和华，如果现实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后面就是什么修持的还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越背越喜乐，你越背越喜乐，哎呀，主啊是你哪去了，如果主啊是你都给我，你允许哪去了，你允许哪去了，我通信什么，我通信给你啊，他说马上被喜乐的灵充满了，我满意被喜乐，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高兴。然后主的话直接的对我说了，要直接我这句带领过来。所以他就感到什么？就是越在这个时候，就越是需要默想主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越那样子的越有耐心。我在两年前，我娘曾经短短的做个见证。我在两年都对这个见证。我今天不妨再说一次。我再说过一次。两年前的夏天，我太太生了毛病。两年一个屋顶，她踏碎了一个门板。后来开刀以后才确诊，她是恶性的肺癌。就开要开刀，也开的要这么个是五十年了。这是第二期。这是零子。最贵一点的话。最贵的。第三期。有个第三期的。所以当时开刀以后，完全的化验以后，完全证明以后。我心里啊很着急啊，昨天的药有这两个三个钟药，他是不知道，第一是晓得，我心里面很怕，我三个钟还能过，那怎么办？那只能办完了，鱼我把五十年高考请做过，大概就只有五十年了，大概有那么三年，我请把手停下来，但是我们上午也弄了，我就到高中，我们有这个资料，主啊，是啊。我们两个人五十年了，我连个人五十年吧，是不是给我最有一段时间了？我不会这行的，要不我离不开他，我离不开他，他也不能离开我，你还离不开我了。我想说，我哪天这个第二天早上，你留你屁股，我还发个圣经来读，我发个圣经来读，叫神说读下去，就那因为我每天都一片十片，要买你的几片圣经约。这一种九月，那不是商业的，这个是那个，这上到了交易到了商业。十篇第七，刚刚是那些个十篇三十二篇第七节。十篇三十二篇给你猜几？第八节。第八节。就马上在我眼前。有木有人阿姨？我马上给他背。就是上帝跟我说了嘛。我有木有国家跟啊跟耶稣？大卫的是说。大卫给的那个国。啊！你是我藏身之处，你人若伤之处，你必盘随我脱离苦难，你不必迫扬我脱离苦难，你得救了乐歌四面环绕我，你得救了乐歌四面环绕我，主啊，感谢你，我主啊，感谢你，大卫这个祷告，对，那这个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我的祷告，你今天很明显的把这句话赐给我。你给你行给你给就我你是我长生的地方，你人若伤的你是我老太婆长生的地方，你人老太婆若伤的我，你保佑我们脱离苦难啊，因为不要我们脱离苦难，你得救的乐歌环绕我，你得叫个乐歌在里面，当然第八节要严格了，对，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我要获得你，指引你当行的路，只要你多一个路啊！我定睛在你的身上，来警戒你。你认真在你上也讲讲。哇，这是主的教训。但是这个过程，今后我们要更加，要依靠主。这样我们就更。我拿了这两句话，我读了给你。我就当时就到了他的病房里边。我读是又到了给你报告。我读给他听。我又读还给他。哎，老太婆。老太婆。你不要怕了。你不要怕了。我就要讲说，你是癌症。你我们只顾一个，你是癌症。但是不要怕。但是不要怕。主耶稣说了。
这水果呢？它是我们长盛之处啊！你是我的座上之处。我们回想一下，我的万谢你。50年来，我们遇到了多少难处？我的女的都学难。我多少政治上面不还难？我的朋友都学政治上难。生活上面的难处。生活也给难。经济上面的难处。讲这也给难。身体上面的难处。身体也给难。主都是我长盛之处。是我是我的座上。今天主是你长盛之处。跟你侄子你座上。你慢慢的，他不会看。你妈是能给孩子。他。叫他马上要背下来，这个马上摆路嘞。他马上一句干一句一句干一句背。你用我一句干一句。他也叫他平安。比阿爹家不能。也叫他喜乐。比阿爹家死。但是我说要教导我们啊。那就比有。要定睛在我们身上。这个都是。哎，我们还太冷淡。我你妈太冷淡。今天做这个牛，我每天早上。所以这个。第一个时间。第二个最宝贵的时间。最宝贵的时间。两个人一起跪在上。两个人一同举手的慈悯祷告，且是那个感恩赞美，感恩赞美。好了，两年过去了。好嘞，两年过去。半年检，3个月检查一次。三个月。半年检查一次。半年记住一次。都平平安安。我不问你。到现在还健健康康吗？对，以前嘛是健健康康。到那了要注意啊。对，我越智。要有智慧。啊，越要智慧。感谢主。不得知主的话安慰了我们，值得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作为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把彼得马放在心里。我念姐姐，我默想主的话，满心只有。特别我们有事情的时候，特别我念事情的时候，纪念主的话，纪念只有。天使这样对妇女说，天使那也是对妇女说，今天也对你我说，今天也对你。当纪念主的话，多纪念值得。作为我们死的话。主的复活的话，主保护给我；主这个引导的话，主引导给我；主爱的话，主爱我；主劝导我们要怎么做的话，主劝导我应该怎么做给我。都要纪念，五月之年。最后一点，只要一句，要把复活的信息快传扬。主又活了，而且他又真又活的。万物就也是万物的上帝。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复活了，这也是天使的祝福。对，还是天使的祝福。我们看马太福音，我念是马太福音第28章7-8节。年过节给菜吃补给。28章7-8节。年过节给菜吃补给。我们这里一起的点评。我的农村女生，是各种多的帮人。许多有实力文物的人在这迷茫以及我不力的语气在农里迷茫越寄托对他我已将各自迷茫的妇女们有寂寞离开房屋要为要过他的虚心要过去做得脱离梦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把全压到复活的信息先要妇女们去传，不在母子月文给三十月妇女们找女人。先传给谁呢？先传给你哪里？传给门徒。传给门徒。因为这是门徒最软弱，要盖着门徒最弱，最悲伤，最败血，最失望，最失落。这门徒不是单单十二个，是一个门徒。该嘛不是人应该吗？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手要刚上一手，很大一批，很多一批。到灰心失望的时候，都拜上叫妇女，他就去传。叫妇女看着一句，妇女把他传开了，妇女又不给拒批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样信息，第一个先要妇女们传。天堂有上帝的爱，需要妇女遭遇。为什么？不在乎的。有人就说，妇女是爱主。有人说，妇女是爱主。这妇女的确是爱主。给给谁啊？最后日子，最早去啊，看耶稣的遗迹。最早早吃耶稣的遗迹。到耶稣上过过他的时候，也是哭到处，也是跟着耶稣啊，一边哭一边叫。给谁啊？耶稣的过过他的时候，给谁妇女啊？他们对耶稣的爱是真心的。原来对耶稣的爱是真心的。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这不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道理。还有个道理。为什么？主把这么光荣重大的信息告诉妇女，要她去传扬别人。不在乎在偌大光荣的上帝，各随妇女去给你的。这是主挑选人的一个奇妙。
该是让子女学那应该怎么样？因为父母最软弱，养母女最牛呀，最谦卑啊，最谦卑。圣经里不是说了吗？圣经里不是说了吗？妻子比丈夫软弱吗？妻子妻子比衣服牛呀，就像妇女吧，比门徒都软弱一点。给谁妇女嘛，被门徒牛呀？所以他传圣经叫妇女去传。所以给你就上圣经，妇女造就。神拣选与人的拣选不一样。人家喜欢，那人家是不会生。圣经里面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的时间就连几个是妇女。神的拣选世上预出的。让家许是也女女子的，谦卑的，谦卑软弱的，女雅的，这个悲惨的，是发言被人厌弃的，被人厌弃的，一无所有的，一无所有的，上帝都要拣选了，也得我有家许，妇女就是这样的，妇女也是那样子，最神拣选的，所以让家许把他复活的最光荣的大使命啊，我给文武最光荣的大使命，第一交给妇女，第二过好妇女。各位弟兄姐妹，我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许多，我们要传扬福音啊！今天我们有许多要聚业福音。哎，我们要到处做主的工作啊！你到处要做主的工作。许多人都说：“哎呀，我没有用啊！”许多人我光不劳力，不会讲，不会过，不会唱，啊，不会切，没有知识，那知识不会讲，啊，不会过，啊，不会，那是不会讲普通话，啊，不会管理务。也不会祷告啊，会这个怎么传福音啊？是哪句福音？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是软弱，我你是女人，但是我们但要只要我们谦卑，但是只有文气，只要在上帝面前有一颗奉献的心，只有在上面是要一颗像妇女一样有爱子的心，像妇女是要爱子的心，有爱的灵魂的心，要爱灵魂的心，主都会拣选你好我。是我为家属你工，为他的福音工作，我给你抚养工作，为他的教会工作，我给你过来工作，为救人灵魂工作，我叫那个人有工作。所以你不要太爱我们有用，我不会，我不会。所以你快管我们老远。神要教训你呀、啊！让有个我上次也曾经讲过，你也是阿哥，我有个好朋友，你有个好朋友，身体很差很差，你身体很差，但是中国他是医生啊。中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准备很多很多，所以给他许多的朋友，每天打电话，给有买你的电话，特别过年过节的打电话，特别过年过节的电话，给他的老医生，他给他的老同事，老同事，老病人，老病人，向他祝福，先给他祝福呀。后来每一年他都有几个人归向，好嘞，买你我要比干那我感谢医生。哎，他来你找礼拜也有困难。是的，给他来做礼拜也能看。但是他在病床上面，但是给他朋友一句，把自己献给主，不是只献。做了宣教，做了许多的工作。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所以给你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把耶稣又真又活的耶稣介绍到许多人。我你岳父跟你不要张耀的意思，干远许多的呢。要，我们要传福音。我你岳父不要。当然要传。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本月去耶稣死的，但是单单的全耶稣死了还不够。是我你的大句耶稣死了吧？他的死可赦免我们的罪。你给死去嘛？我你给。但是我们要还要去耶稣活了。我你把月去耶稣活了。今天活着。今天活着。我就活到永远。我是活到永远。他复活使我们因信称义。你给文武使我你养上得到新的生命。这一点上帝谁？而且给我们新的盼望。而且给我你上一怕我。我们要去。不要在那说，哎呀，你是我毛病，哎，好，到耶稣教里，到耶稣地方，他会医治。包括你要念佛，你不不得医治，过过就要回来。是我跟你，来，你到耶稣的单位，他会给你。包括你要念他的，跟耶稣的过。当然是主会的。多以自白。更重要的。还是更多元。要把我的耶稣接受回来。我无给耶稣感染。让他心里面有耶稣在那里面。这个生活中要耶稣。一切的难处。都能够解决，一起给拿吃，我把家主的旨意就在他身上成全。这个旨意把这个商业所以，圣经里面说，哎，肉体说我们主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圣经中用牛太公的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按圣神的灵来说，但是按圣神的灵来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一个要传扬。
他会无时。一旦有句也就无时。而且更要确定他活着。只在这一句。他是我的信靠。你是我的上靠。他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怕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我的埋单我有责任。教会都有责任。过百有责任。特别用自己的行动你证明耶稣是活的。你别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耶稣是活的。比如说在家里为什么不能啊，在社会上为什么不能全福音呢？所以要得在工作上的人他行为不够啊，不能做众人的榜样，不能做众人，不能把活的耶稣表明出来，不能搞得我的耶稣变不出来。所以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的日子上也活着耶稣，越无趣越全像耶稣，越具耶稣，全像活的耶稣，具耶稣的教会是金灯台，过百是家当的，也要传扬福音的一个教会，啊，有就业一个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学佛的过程，才能蒙住师傅的教会，所以能够蒙住。所以我们更需要合一。所以我们更需要。刚才这个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了几首诗。我的家报的大人，我的铁皮就。我很有体会。嗯，很有体会。真的，他说要我们彼此相爱。真的有我的。爱叫我们在一起。爱是有叫我们在一起。叫我们一起来做。高山低谷都能出去，就你一起跟那这个在中里面合而为一，在基督教会是这样，让基督的福音，让基督的光芒照死光，也值得为福音，基督的福音那个全民大地，值得为福音举杯大地，让基督教会要复兴，有就过了有个，就从爱开始，有个爱开始，让基督教会要复兴，有就过了有个，就是要我们的合而为一。开始，因为我你儿子，我也见证耶稣，见证耶稣，活着耶稣，活出耶稣，全仰耶稣，举耶耶稣，主也定为师傅，跟我们讲会，是一定为师傅喊我你过门，愿主恩待大家，女子恩待大夫，我们祷告，我你等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主啊，主啊主啊，今天你叫我们看见，你总是你复活了。你在父你们所说的话今天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啊，叫我们信心不要疑惑，我们主是活的，有没有活在我们的里边，活在我们的心里边，你是叫我们所走的所行的能够和你的心一样，我们不要把迷信带到这里来，不要把不合主心意的行为带进来，不要在世人造活人，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更要用主的话语不断的思想主的话语，不断的运用主的话语，不断的实践主的话语，一直叫我们活成什么样话语样子来，我们要全然主独立的信息，活着主，主啊，求你是否给我们教会更加合一，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救一些人，荣耀给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